日本棒球都还是比较根深蒂固，在台湾比较现在比较看不到。今天这个人厉害，第二支的安打出现，对，就是拉到左半边，软弱也是内安打，强劲的一个平飞球穿出去，频繁的滚地球，三垒手传球失误，这个球投在高的位置，掌握得很好。戴志宇上垒之后，还得要防他盗垒。